敬酒不吃是吧？装可怜也没有用是吧？行，那你们就不要逼我发动。不是吧？罗师傅，哎，来了。我们那儿啊有一块颜色还原不出来，想请您过去看看。行，我这去。哎呦，你看我这手里头还真有点活，脱不开身。金宁，要不你去吧。我？我说话不好使啊。哪能？要不然这样，您先忙着，我不着急，一会儿也行。那你等会儿，你到底有事没事？你拿我们涮着玩呢？就是。快走啊！哎呦，救星终于来了！金师傅，快给看看吧，这个颜色我们是怎么都调不出来。我试试吧。主要是光泽。这光靠调色调得出来吗？这回差不多了吧？应该差不多。我比一下啊。哎，有点意思。比例不对，但是能调出来的得反复试。这不愧是专业的。你应该找天宝他们的，漆器组更专业。哎呦，他们赶工，这忙的都脚打后脑勺了。行。那我们就按照您这个比例慢慢调，麻烦了。麻烦什么？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啊。等一下，老郑，送送我们靳大师啊！可不敢。哎，谢谢啊！客气。哎呀，你瞧，你送送啊，两步路直接进屋了，我目送，我目送啊！嘿呦。好，目送进屋。你当初是怎么追的人家姑娘啊？你猜去吧。来，给你看看。诗音，四年哥，张琪，卡开包，金色金字。你们真的？不考虑帮我出演我的舞台剧吗？不是说过了吗？不演。我要跳舞。我主要是怕时间打不开，怕影响进度。要不我帮你们搬道具。求求你们帮我演一个吗？给我一次我的导演梦不行吗？敬酒不吃是吧？装可怜也没有用是吧？行，那你们就不要逼我发动。不是吧？我的生日歌曲。别呀！校庆那天是我的生日，你们答应过我的，我生日想要什么就给什么。我要你们帮我演出华丽丽的舞台剧。好吧，在座的三位优秀男士，你们谁要出演我的男主角？
我连衣服都穿不上。嗯，那当然是素年来演了。并没有很想演。怎么说，素年是经过王子榜的人。什么榜？王子榜，我校校草排行榜。没你，素年进过前十。什么乱七八糟的榜？还真有，我们学校还有公主榜呢。林诗音就是本月的榜首。这榜也太没公信力了吧。那女主角是谁啊？她吗？太可惜了，我太抢手没时间。不是她，唐亚。谁？我的新同桌。她有一点紧张，不过没问题，都包在我身上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我去送你吧。不用。行了行了，别管他。那个，我们来分配一下这里面的角色啊。你演正派，反派。然后我想演个好人，看着就不像。反派演好了也很出彩的。比如说呢？比如《还珠格格》里面的那个容嬷嬷，你看，多少人喜欢她呀，演得多出彩呀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的剧本吧。从前呢，就是有一个特别美丽的公主啊，她染了重病，有两个爱慕公主的勇士，就你跟你。